我认真了，不嘛不嘛，哎呀不嘛，哎呀，从来不撒娇的人啊，给我买给我买啊，给我买给我买，哎，太自闭了这个。想看白敬亭撒娇、啊、开个直播吧，要不直播撒娇，救命救命救命，这不是撒娇，你不要跟我蒙混过关啊！救命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喝！嘴巴要嘟着，要撅嘴。王老师，我想要那个靴。你一句话，你这个你这强词夺理，你知道吗？我一点都不服气气。我觉得这个画的就很奇奇怪怪。你这个一笔画的比这个别的都多十笔笔。哎呦，我17岁了，还有人撒娇的呀？那行吧，那就撒娇，撒什么撒娇？你那边有模板吗？撒娇撒娇。撒娇撒个什么娇？我想想，可爱一点，嘤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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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嘤，我要喝抹茶冰冰乐，算吗？这样都不算，不行哦，不好意思，这样都刚那段卡掉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不行，对不起，是三千美丽是